团以及国乐团经常，那么勤奋练习，经常在校外比赛以及举行音乐会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现，颇令地方人士肯定。如此卓越的表现，可喜可贺。今天参与演出的同学有34位，指挥老师、指导老师是童建汉老师。那么今天为我们演奏的曲目有4曲，第一曲是客家歌谣演奏，第二条客家本色，第3望春风，第4条抒情变奏曲。